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儿童患上糖尿病。荷兰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机器人，能够帮助儿童控制病情，更好地应对糖尿病。这个机器人名叫查理，它除了能够检查血糖值，让患者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外，还能说话和跳舞。这名七岁男童患有糖尿病，他每天得定时测量血糖。有了这款机器人后，他可以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机器人也是他的好朋友，除了可面对面聊天，也可以通过平板电脑与虚拟机器人聊天。研究人员表示，希望机器人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抒发内心想法。What we aim at is that there is a specific new kind of character that supports the children to cope with the disease, to learn what the disease is, to learn what the effects are of exercises, of food, for example, about their specific state. 目前荷兰有6000多名孩童患上第一类型糖尿病。专家表示，儿童糖尿病患者和家属平均每天花10到15分钟在烦恼病情，因此这款机器人将有助于化解他们的担忧。